耶、yeah, ，大家安安。嗨。今天耶， yeah, 我们的昂昂大明星来了，张立昂耶。Yeah, yeah, 大家好。然后你是谁？我是今天来亲门踏户的小鸡变。我就是这样来踏了。不懂。他是来就是帮我，因为我常会据点，所以他就来帮我。不会啦，他来。可是他今天就是来的，没有让人家觉得很开心。啊？为什么？因为他今天一来，哎、欸，等一下，他有人要帮你整理一下那个。电源没有开，竟然跟你刚刚上下起手完以后，你没有帮人家开麦，我忘了开。你想要再上下起手一次？我来吧。所以大家刚刚大家都没有听到我讲话，刚刚。那我们再重来一次啊。OK， 来，大家好，大家好。嗨，安安大明星张立昂，耶，张立昂，大家好。嗨，我们就很好 Q， 就是随那随时可以。啊，当然抽团，那你今天来干嘛？我今天是来就是亲门踏户的。哦，欸、对，嗨，大家好，我是徐熙瑞，是小鸡。完全刚回到一分钟前，拜托，我们穿越了，穿越了。在你刚刚发生什么事吗？没有吧？没有啊，有什么事吗？没有啊，没有，没有。对啊，可是你今天。他今天来的让人家不是很开心，你看连话都要讲，一模一样，一定要一模一样，当然要，当然要。为什么 ？Why？ 为什么不是你问的，是他问的？哦、oh, ，OK， 你要问什麼、嗯、对，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你要问我，并不是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跟你穿情侣装，没有到情侣啊？喂，你什么意思、啊？没有，也是蛮巧的，真没有说好，然后就是，都是这种开襟的，下面没有的，真的完全。而且我一直我们没有要听你解释，不好意思。对，节目今天很开心啦、啊，是我们那个第二季全新改版，然后在 Vido 在三立新闻网那个。耶、yeah, yeah, ， yeah, 对啊，我算是有上过，还没有任何东西片头。我告诉你，从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暖场版，然后到了那个第一季开始正式的，然后到现在第二季改版，每次都有张立昂。张立昂就是安安超级安安大明星。对，我经过了每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别企划，因为再过两天就你知道。昂昂生日、嗯，所以今天要来帮昂昂庆生。庆生，好多蛋糕。因为2017年那个第一个庆生也是本人在开南大学帮他唱歌的。哦，对耶。有 so sweet 的感觉吗？有，对，今天更厉害。然后今天我们在 Vido 跟在三星文网播出，所以长官来送蛋糕。哦，来了，来了，耶、yeah, ！等，仙女是那个新闻的总监。生日快乐。小鸡变唱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还有花，还有花，谢谢，谢谢，谢谢。啊，你有什么祝福一下吗，长官？欸、好，谢谢。祝身体健康啦，谢谢，一直都要这么帅啦，然后演的戏都要。很多人看咯，好，谢谢谢谢谢谢，哎，那要跟长官那个握一下手啊。可是我现在没有手，哦、没有手，有手拿动。哎，那个 Vido 的长官没有要说一下话吗？啊，不用了，谢谢大家，对，谢谢大家的照顾。你可以先许愿吹蜡烛，对，先许愿吗？对，一个蛋糕，六个愿望。六个愿望、哦、这么多，好，那先许就是，大家在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变得比每一天都更健康、更快乐，然后可以更漂亮吗？更漂亮，对，可以更瘦吗？然后更瘦、更帅，好不好？然后希望Vido 可以每天都。越来越好，真的会员爆满，流量爆满。对，三立新闻网每天都那个月听量全球第一，四对，四个了，四个了。刚好两个不用讲，好，还有两个不用讲。对啊，可以限量抢两个。OK， 你可以说出来没关系，我们想听。希望今年可以有事业上很好的发展，然后家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嗯，还有还有一个就要帮你端那么。嗯，好，好，来，都没有三二一，吹蜡烛，耶耶，恭喜恭喜恭喜，都来，耶、yeah, ，好多蛋糕，要开心啊！然后今天我们刚刚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啊，其实，在那个刚立昂在倒数的时候，已经拍了很多拍立得照片，对，你人生当中拍過，我人生中大概就是，之前。没有拍过这么多连续的，不要这样子。我自己也被我自己的就是潜力给吓到，因为我上次有一次就是拍一个也是拍立得，不是拍立得，是类似拍立得的东西，然后三个镜头我就没梗。小鸡编，你知道这里有几张？55张。
是谁叫你说正确答案的？不是吗？是啊，但是我没有要你说出来，你应该说哇好多我也不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一个？天哪！来到这里互相搭配的人应该做什么？不要吵架，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吵架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么多张吗？因为上个礼拜有个人来拍了一副扑克牌。哦、然后我们就想说，拜托，怎么可以？一定要每次拍的比每一次还要多。所以你就不小心就赢了三张。哦，真的吗？你有什么要跟上个礼拜的冠军说的吗？他已经不是冠军了。我觉得可能他里面有很多重复的，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我有赢，对，就是有很多是空拍。空拍吗？我来看有没有空拍。就是都一样的啊。哦，而且我不小心还有入镜。有你入镜的，所以我那两张我不敢收起来，我不敢对他就是叫嚣什么的。哦，真的吗？看一下，那你随便随机拿几张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开心？天哪，这超多的哎！多耶！我看到一张很，这是什么？这是不要拍，不要再来了。哦，真的？那这张是什么？还有一张很可爱啊，这个、哦、这个是就吃蛋糕，吃蛋糕。我们已经就是不知道要给他拍什么，所以就很多的 pose， 很多，然后很多的给吸道具、哦，而且每一张都有不同的道具，就是帮，还有帮 Vito 跟安大明星宣传，一定要啊，一定要，我们大家这么爱你，对不对？然后那个生日就快到了耶，还有后援会，刚还有一个，你看后援会的蛋糕，拍到已经宕机了。我拍到宕机，拍到宕机。好，等一下，我们一定会在那个留下一张那个完美的那个。还有一个，有一个啦，那个我的那个浮士德的招牌。哦，对啦，是他喜欢的，很开心哦，还不错吧？对啊，然后大家一直在问说要怎么得到那个照片，我们也没有别的想法啦，就是分享。分享对，从那个我们的 Vito 跟三立新网去分享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要留言祝张立阳生日快乐，我们会在里面那个选人上面，大家去留言按赞，对对对，留言按赞。然后如果等一下国王开心的话，国王国王国王怎么了？我本来还想要说蛮有默契一起说国玩，但是后来你就啊那个我就没有跟到，对啊，所以算了，没关系。我觉得这样很不应该。对对对对对，你比较满。我先请那个记者把他那个稍微那个帮我收好一下。很强哎，很多张哎。对 对，等一下帮我把它铺好，然后再去照。破纪录。对啊。破纪录。今年有什么那个？今天有什么心情上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本来我们想要叫他带吉他来唱歌，然后看到他手指头受伤。对，嗯，你为什么要一直回答？对，觉得看到手指头受伤觉得很不舍，所以想说还是不要带吉他来好了。嗯、我本来是真的想说好啊，那就带个吉他，然后就刚好有琴练习，就刚好就受伤了。天哪、啊，然后吗？是哪一只？这只。这只，但是就是因为像赤萝卜跟中指，哪一只？本来在冰敷袋的，这太明显，不小心就吃了豆腐。哪一只？哦，这一只，啊、哦，不要随便比出来。我想说冰敷的时候不能，就是不能这样，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哎、欸，你弹到指头都弯了，哎，它本来就是弯的，真的很弯啊！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整个超弯的、啊。就是 QQ、哦、就是会有一个你怎么了？你去做什么运动啊？没有啊，就是没有啊，他本来就他也可以直啊。好，对啊。本来是想帮大家多争取一些画面啦，我其实也只是单纯是这样想。对啊，那今天就没有乐器的状态之下，其实还是可以唱歌啦。感冒了。好，我还是有，就是有对想要唱给大家听。对嘛，这样才是。那你最近不是就偶尔会看到你就是 PO 一些照片啊，好像就是他在那边有，还有那个对，还有防喷麦的，然后整个架好，看起来他、啊、没有在直播啊，那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应该在做一些录音这种。其实我很想给大家听啊，可是就是这些作品就是希望是可以等到有真的正式发行的时候。不然现在给大家听了就没办法发行了，自己也很痛苦。对啊，那你唱一些可以不用发行的歌给我听。不用发行的歌吗？嗯，比方说生日快乐歌啊。哦，好。对，从生日快乐歌开始吗？好啊，好，可以啊，你就祝自己生日快乐，就反正还那么多天啊。然后自己一个人。不是，这个很寂寞。不是，不会。然后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有唱过一次了。有，那是我们两个唱的。嗯。现在想要听你自己唱。好。这个伤会干掉吗？我是有一点点，那不然我是觉得你们两个要干嘛？我们两个就帮你修皮肚啊，好了。啊，修皮肚啊，不错啊。好啦，不错啊。就是你寿星，所以我随便。
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说好。你想我干什么都可以。你不用自己装成这样、欸。太多是不是？对，太多了。又太多了。Oh, sorry. 你一直让我想要把你推到旧中路上。不要这样子。好，那不然你们打拍子。麦帅二桥有点这样吗？我们没有你指头弹着这么大声哎、欸，是要数来宝吗？一二三啊，四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to me，Thank you。偶像就是这样，自己生日的时候还要祝别人生日快乐。这段大家可以自己把它截下来，生日的时候自己拿出来播。耶、yeah, oh, ，For you， 对不对？然后这段就在这个 Vido 跟三立新闻网公开发行。喂，看一下，那我可以重唱吗？未来每一个有生日的人都放这一段，都可以啊。然后也可以收录成自己的来电打铃。哦、oh, ，OK。我们张力扬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为大家着想。但下次真的不要再 Q 弹指这件事情，我刚刚中指差不多要废了。真的吗？你们不行吗？可以啊。不是弹太多下了，有一点痛。所以你从几岁开始知道自己这么会弹？很大声哎、欸。很大声哎、欸。可以打主板，想听他，我张力扬啊，说给你唱啊。也、欸、很强哎、欸，瞬间就开始练起来。其实我们今天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我们本来今天想要跟你玩一个生日蛋糕许愿秀。嗯。就想说一个蛋糕许三个愿望，这里就三六九，嗯，这里五个，哎、欸，这些蛋糕是都是一个，这些蛋糕是二一二二，是大家准备的吗？是粉丝准备的？这那两个是 Vido 跟新闻网准备的啊，粉丝准备的是哪个？这边，哦，这一套，对不对？然后这套是贵公司准备的，然后这一套是三立电视准备的，嗯、所以谢谢，对对对，那这一套许三个愿啊，这套也许三个愿，那这三个愿这样就好了啦，就三十五个还好。有没有觉得被诈骗的感觉？不会啊，人生不会许愿呢。不会不会，就想说什么都可以。人生难得可以被允许许十五个愿望，这很奢侈。而且我跟你说，有人对你这么好吗？找你来，还帮你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愿望加持。谁？就这些人啊。哦、我想说有加持的话，有有啊，蛋糕就是一种幸福加持。有你的经纪人都觉得自己惭愧了，他从来都没有买蛋糕给你吃，你看他在那里默默的流泪、嗯、但他有送过我生日礼物跟写卡片，他没有蛋糕了啊，真的，可是蛋糕可以许愿啊，就对大家来说都很重要，嗯，就随便拿这个昂昂的这个昂昂的起来许愿，哦，好，开始了，是不是？可以啊，真的要，你要帮他记起来，要帮他重复一下他的愿望，希望下一就是下一个作品会红，下一个作品会红，下一个作品会红，然后希望歌唱的作品也会红，也会红，歌唱的作品也会红，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希望就是我的协议很鲜红，协议很鲜红，不要暗红，对，就健康，对对对，健康健康健康，真的很好的耶。那黑色的你会怎么许啊？希望，因为它还有一些金金、那個、有金箔，金箔在上面，看我们是不是很大气？所以希望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黑黑的 happy， 哦，不错哎，这很会，金开心，金变得很软。金，你是说，比如说摆姿势的时候可以这样拉？对，很软，或者是可以跳起来，然后这样飞出去。好，你要为新作品有一些，希望就是赚进很多桶金。哎、欸，好，谢谢，很不错。三个比较厉害，赚进很多桶金，三个了，对不对？还没三个了，因为 happy， 然后跟金赚钱很多，人家金很开。对，好，那黄的黄，希望面色不要蜡黄，希望面色不要蜡黄，然后好烂、哦、希望每天可以看到黄黄的太阳，太阳，太阳。希望家里有很多黄金，哎，对对对，对或者是可以过像皇帝一般的生活，皇帝一般的生活。哦，
然后那个小鸡边说他一定要代替公司告诉你为什么有那个盆栽啦。OK， 好。其实这个盆栽啊，不是吃土的意思。我真的觉得盆栽啊，是说就是发芽，发芽，你慢慢的在茁壮，然后就会茁壮成一棵大树。嗯，对。对耶。耶。好，可以许愿了。好。他说好了。嗯。谁说好了？突然间有天外飞来一个好了的声音，有听到吗？好了，那就好了，耶、yeah, ！好了，被解救了。没有啊，希望可以发芽，然后呢？不是，是你已经发芽了。对啊，已经发芽啦。希望可以茁壮，然后成长，开心。我觉得让一个偶像炯炯的感觉真的很美妙。他就一脸想说怎么办？我想不出来。不会啊，然后昂昂就是有一种尴尬的时候是最可爱的时候了，会露出一些尴尬的表情。对啊，毕竟他只有五岁。昂五岁，我那天因为刚好比一个五，对对对，就是好像是因为蜡烛没有火，所以就比一个五，然后就很像，谢谢大家，今年我五岁，对，然后今天来过六岁的生日，应该是还是五岁啊，哦，随便你，你开心就好，反正还两个五岁，可以养、啊、可以养、啊，还两天，就这样，现在大家就是装年轻，比这种，对，不可能，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只有五岁，嗓子也开得差不多了，那个怎么样？你想要说什么？没有啊，嗓子开得差不多了，有想要再唱第二首歌了吗？今天是这个行程是？对啊，对啊，对啊，不然呢？不然你今天来这里是要那个？天哪、啊，等一下，很紧张，喝个水，刚喝水吗？我没有准备什么那个哎、欸。不用啦，你开口便是歌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真的？还是有没有粉丝有希望听到什么歌呢？粉丝要点歌吗？我们有这种开放吗？哎、欸，真的，我们都一直没有哎、欸，不好意思，我们都一直没有关心你们。对呀、啊。对啊，大家赶快看一下，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五岁。张力扬是不是变？张力扬是不是变黑了？有吗？是粉底？没有，粉底比较黑而已。你里面穿卫生衣吗？不是啦，哦，吓我一跳。为什么是内搭好吗？等一下，我问他为什么你要回答？这是这么贴身的衣服，干你什么事？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因为我难道要告诉你说那个衣服是我帮他穿的吗？没有啦，开玩笑的啦。不是，今天就是我们就是跟群星睿智首度做这种合作，把你家的生日会搬到我们这里来。对。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他一定要来，我就想说，对啊，人一定要这样子吗？我就只好答应他了。没有关系嘛，我们只是一个异业结合、啊。他最近就是一直在就是奇迹新闻在直播。有啊，所以他练习很久，他很需要一个舞台。真的，拜托。那、啊、你有要邀请我去？那个联播吗？当然啊，今天晚上来，就是今天晚上九点，要不要来？今天晚上九点吗？今天晚上九点。张亮有要去吗？你要来吗？我，这不是你们的对话。好，你在尴尬什么？对啊，好好玩哦，卫生衣好好笑。是啊，欢迎一起来加。有人点歌了哎。耶、yeah, ，什么歌？两个人。两个人哦。1989的那个啊，两个人，但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你先走啊！你怎么这样子？我们不是两个人，穿得很像，我慢了三拍吧。不会啊，就我们要唱两个人，所以你先走。OK， 我先在旁边，然后我这样飘在旁边。对对对，就待。然后唱完以后我再回来。我懂，你坐过去一点，两个人。什么？那马西让你坐，好，昂昂来大腿，你坐、啊，我怕我会断掉。不要我们太乱，太闹了，太过分了。欸、神秘 VCR， 好 ，OK， 回来再唱。神秘 VCR， 回来再唱歌。神秘，秀啊，神秘。哦，我喜欢。真的吗？你最喜欢神秘吗？就是你双子座喜欢。哦啊、那你我们在安大明星里面 ，VCR 都是来宾要自己 Q。然后有一个手势，就很老派。哎，不干你的事。我一直说，然后我喷口水喷好远。那个是这样 ，VCR， 请看这样子。想再次，就 VCR 嘛。这不是好像，这不是说很老土啊？我就跟你说，我们、哦、你干嘛这样子？但是从你做出来的就是新潮。真的吗？当然、啊。做出来就是一个。那我加这个好了。OK， 这样你就自己来一个 VCR， 请看。啊，看这一集哦。VCR， 请看。哎，这刚刚是 rehearsal 的，导播没有跟上拍子啦，你不要这样子，导播 OK 了吗？好，我在。导播有 OK 了吗？他张力扬要那个，哎，有谁给我？哦，导播 OK 了，来。OK，VCR， 请看。Just another man. I might be a little strange.
记得有多烦多苦都会听你说，就在你身边，当你很寂寞，因为你也会为我这么做。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杨宝宝，我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今年呢一样大红大紫 ，OK。Hello， 丽阳，记得我是谁吗？我是那个很凶的雅娟的妈妈。祝你生日快乐，越来越开心，一切都更顺利。一圈两个人，小李阳先生，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很开心的你拥有这么多很棒的粉丝，然后大家都会很热情，然后很用心的想要为你准备你的生日惊喜。那现在呢，我在拍戏，有点忙碌，也就是我现在在拍极品绝配嘛。你的生日的时候我已经杀青了，所以你看大家在这么久以前就已经先准备好你的生日影片，很感动吧。那就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呢你每一年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健健康康平安，然后希望你的工作顺利，最重要的是心里都要保持快乐和愉快的心情。 Happy birthday。思阳，生日快乐！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多坚持的人，好，那要继续。你有很多优点，好，但是如果再瘦一点，有一些对于戏剧的东西不是自己够冲的，可能要跟周边的人能够再融入一些。好，那祝你生日快乐。好，就这样子。嗨，大家好，我是大波李佳蔚。5月18是张立昂立昂哥生日，在这边祝立昂哥生日快乐。史焕，祝老板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张立昂，生日快乐。那你没什么好说。你就只会笑我嘴边肉，还笑我嘟嘟，还有什么各种笑法，但是你对我很坏，但是人家还是爱你的啦，生日快乐嘛。走过那么多路口，也曾迷惑怀疑，手中这地图朝着你的就贵公司的人都很容易尴尬，但是我发现，谢谢你们！天哪，多久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对啊，而且我们有没有很好？就是他说放在那个群星睿智那个，说我说不用来 video 播啊，三立新闻网，这样全世界都看到，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不，我们华人最强影音平台，然后加上全台湾最大的新闻频道，是这样。谢谢你们，谢谢。眼泪都滴下来。对啊，然后那个，其实我们节目吼有个传统。就是这一集的人要去探下一集人的班，然后上一集的那个人啊，本来今天应该要来探班，所以他没有办法来。他有录音，他很忙啊。对对啊，刚刚有。他今天真的忙，我刚刚就是没有办法接上他电话，所以他今天有叫别人来。啊？哦，他可以来的哦。静伟。哎，不能这样叫太亲密了。老板，生日快乐！哎，怎么会是老板？对啊，你是我的老板啊，牧场员工哎。哦。而且今天雨薇姐姐，我姐姐啊，你是姐姐。对，我姐姐特地交代，就是她现在很忙，她在夜市卖她龙虾沙，所以特意叫我来送过来给你吃。是，就是趁机要就是推销她的那个咖喱虾一口饱。
哦，原来它是长这样吗？真的吗？啊、是长这样。不是，我刚刚跟你介绍一下，那个我们公司啊，刚好 有一个拉面餐厅啊，在二楼。我们主厨叫做豁出去，所以就是豁出去，这是他做的。哦，这他做的。原来是豁出去。天哪，是豁出去主厨做的。所以他是他不是啊？他就是一直想说那个，就那个做加咖喱咖喱龙虾。那这样子那个那个人没有来，青爷不会就是派人来抓他吗？不会啊，不会啊，我们拜托我们叫豁爷。哦，豁爷。对，然后还豁出去，就直接找弟弟送过来。开始哦，你是在上课吗？对啊，你看我一下就赶过来。天哪！啊，你要陪坐一下，坐一下。好、啊，坐啦坐啦。那我换个书包。来来来，哎、欸，有什么功课要问哥哥的吗？那当然就是英文了、哦。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是家教课了。对对对，那英文教他帮我们讲一下这个餐点的英文名字好了。对，好，那curry crabfish crabfish sandwich sandwich yeah。Crabfish 是尾Curry 就是咖喱嘛，咖喱，嗯，然后那个 crayfish 就是 crayfish 那个龙虾，嗯，还有 sandwich， 对 ，sandwich， 那草虾呢？草虾 ，shrimp， 应该就是 shrimps， shrimps， 就是明虾呢。Bright shrimp， 你看刚比，比较亮一点。Bright shrimp， 可以吗？这样还可以吗？可以可以，专业的。那、啊、你有想要试吃那个货出去的吗？好啊，煮的那个好啊 ，OK。哎、欸，跟你说，他真的很用心，他知道你要来，那个货出去啊，做超久的，真的、哦，真的，他这一个咖喱酱啊。还为了知道你来，然后新开了一整袋的那个整块咖喱，就为了做这个酱。今天礼拜五哎，明天餐厅不用开火。真的吗？哦，明天哦。对对，然后他下班前就做这个，然后主厨叫我跟你说此生无憾，就是他知道要你要吃的。是我认识的人吗？还不认识，就你偶尔可以到二楼去吃一下，我再帮你介绍他。这样啊，你有想要尝一口？ 有这种事？真的啊。他你要不要你第一个寿星先吃？他说：“如果你觉得好吃，以后我们餐厅会卖。”天哪！好啊。可是我怎么觉得鸡鞭你很想吃？因为我本来想说，通常就是国王在试、在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喂我是不是，不是通常不是会有一个人先试哦，对，看有没有毒嘛、哦？对。好，你试一下，你试一下。我真的觉得我们霍主厨啊，现在心里应该在淌血。哇！掉了啦！你的衣服，你的那个 bright shrimp 掉了。bright shrimp。很好吃，我觉得特写嘴巴。阿亮，我今天请他来就是要做这件事，因为我做不出来，我有藕包。你有藕包？对，我有藕包。好，然后谢谢你。那剩下三块，我们可以等一下拍照给主厨交代一下嘛。好，好，没有。你会后再吃就好了。真的很好吃。我没有要问你答案，我是塞住你的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不要说话。我会留三分之一的嘴巴。你先那个端一下，然后。去那个镜头前面做大头狗给大家截图一下好吗？怎样？对对对，在那这里吗？我们一定要有个大头狗，这个吗？对对对，然后你要靠近那里，帅帅帅，怎样？你哥蛮帅的，这样有可以吗？太帅，我坐在旁边都会有一种压迫感。你也还不错啦。没有啊，还比不过力扬哥啊。今天是他生日，多讲点话。过两天。过两天生日，你都没有搞懂，你这样子难怪。啊，我觉得今天好多的食物哦、喔。对啊，我们今天就是不然找你们家鸡鞭来干嘛？你们家就是要叫他来吃的、啊。今天就是要食物塞爆你啊！对啊，我们如果你吃不下就塞爆我，没有关系。那我可以就是在这边默默的吃，你们聊。哎、欸，他今天真的是拨空来看你哎，真的哦、喔。而且是他每次他上次神秘嘉宾，是的，他也有一次，就是哎、欸，我记得是你还没有。那个，你中间有一段，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在上课的时候，你有拨空来，而且是拳击的那一场。哦，对 对。他也是穿，你也是穿校服。那次是穿校服吗？没有，那次没有穿校服。那次不是穿校服，就是对啊，因为我刚好那天就是去平溪玩回来这样，然后就是现在就聊开了，我们两个也自己聊唱。OK， 好，我觉得今天天气蛮好。那晚上我们要去哪里？公司。对啊。你很久没看到他。很久没看到他，那今天来那个帮姐姐来探班，对啊，姐姐特地交代我的，少来真的假的，少来，你会生气吗？少来，他不会生气啊，他是认真的，对啊，你们两个生气干嘛生气？对啊，哎、欸，那你对他有什么期许？给他一点，你的生日马上送他一点祝福，
分一点给他。我觉得，那你有一个麦了，你不用拿这支，这个吉他拿就好。我的期许嘛，我觉得靖伟很棒。从一开始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一直会，很 alive， 很有生命力，他的表演，然后 alive， 对， alive， 然后私底下的他其实每天都像好奇宝宝一样，一直问，哎，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哦，那个是怎样？哦，这样。你要用一个英文字，私底下的他其实每天都很得得得，那这样子。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调皮嘛。对，对没有，然后就很酷。然后我觉得，就是功课，对，功课要好好加油， okay. 因为其他东西已经有了，对不对？哦，对，然后其他东西是指哪个部分？我称赞你什么？你记得吗？你称赞我，就是我对戏剧表演方面的时候，你说我有时候说我比较自然，然后我不是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我说很简单一句的，我已经我说你是就是你是那个华人的啊，华人之光吗？华人的对对对哦，那个小贾斯汀什么之类的吗？他说我就是华人的。说啦，金秀贤吗？对，没错，你看，哎、金秀贤很像耶。哦，是哦。好，好你看一下，那你要讲一句那个来自星星的里面啊台词。我只会讲一句，撒拉呢。好，那你可以下课。还是，还是好。我这真的不会讲。好好加油，我觉得跟就是对，很棒。然后谢谢你今天来，谢谢谢谢谢谢力扬哥，那祝你。两天后生日快乐。那你姐有叫你住什么？我姐吗？就是你现在是叶国安，有要帮姐姐说什么吗？哎呦，这是学生证哦，对，那是我学生，还偷翻人家书包。哇，那卡片照片，卡夹不错哎。我要拿出来介绍学生证吗？我又有卡哎、欸，我双卡合一，对啊、我台北卡啦，学生证配又有卡这样。哎、哦，别别别，照片特别丑。上面有不？不要不要不要，那种条码。上面有那个学生。帅帅的，帅帅，帅帅的，让他帮你拿一下，然后就顺利毕业。好，你知道那是一种加持，受信加持。哇塞！是是希望国安可以顺利毕业。耶！然后你要考大学吗？要，一定要。妈妈的想法就是。真的就是要先让我完成。不会啊，你已经被那个力扬哥哥帮你加持过了，啊、他一定毕业，超屌的，超酷又很厉害，对吧、啊？不是，只毕业是一定会的啊，只是考上理想学校。对对对，你要想要念哪里？我想要念。你直接在那边许愿好了，这边蛋糕都给你用，这边这两叠给你，蛋糕借你用。对对对，我刚许了前面三叠。但哦好，好那这就是你想要考上，這個、很可愛他借你哎，他人超好的。我在旁边这样。我许说，就是我能考上，就是台北市的公立大学这样。对，公立，然后在台北市，因为离家方便，毕竟就是工作什么都在台北，那就在台北就很方便这样，对吧、啊？会不会太烂？有点烂啊，是有点烂。一个绕口令的，有一种那种感觉。好，那我说，现在瞬间就是有比较冷的感觉。我本来想要就是很好，你很诚心。好，我答应你。那我决定。然后结果你讲了一个理由，笑出了。我决定考上台科大，台湾科技大学。哦，好。科技大学第一志愿，这样工科学校的第一志愿。好，目标很明确，这样好。啊，目标明确一点。要考上怎么办？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是要帮人家达成吗？一定会考上。那没有考上的话，你不要砸我招牌。不要考上。对，还用功读书。会。对，这是一定要。好了，他把蛋糕都借你许愿哎，他人超好的。谢谢力扬哥。对啊，然后谢谢我的粉丝，谢谢粉丝、啊，他们做的。然后他把那个粉丝的爱送给你。粉丝不止送了那个，这是巧克力吗？还有班糖，还有一个东西。对，因为我刚刚就是影片播完以后，我只顾着吃，结果忘记把那个粉丝的送给你的写真书。这是谁啊？怎么这么帅啊？哇！好，没有，就是他们要送给你的，刚好有戴墨镜嘛，帅、啊，蛮帅的、啊。你要不要打开来看一看？打开来与大家分享，分享一下，分享。对，然后里面都是一些裸照之类的吗？会吗？这不太可能。我觉得这是我后援会做的，他一直让那个整个场面有点冷。谁？即便有吗？
还好吧。哎、欸，你再打开以后，你有没有发现照片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哇，哇怎么那么帅？就是要制造一些效果。哇，真的很帅耶！我觉得这样翻都没有看到，就这样翻哦，这样翻，这样翻，要给大家一起看，要给。你姐，哇、哦，力扬哥好帅、哦，真的好帅，真的很帅，耶耶！哎，看到这个是那个去年办的那个在河岸在那个演唱会，现在不用来唱个歌吗？因为要看到唱歌，真的真的，终于总算做对一件应该做的事情。看到爱唱歌的照片，就是应该要唱歌了。可是我觉得张力扬现在没有回应我们啊，来喽 ，Hello， 准备喽，今天也真的是一分。好，那就刚刚那个好了，刚刚哪一个？怎么不成全两个人从此变陌生太矫情的一乐大大的伤痕沉默等待过分两个人为什么那么 case 我知道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还是应该划个歌词啊，看歌词、啊。对对对，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一向都是诚意最重要。OK， 这样没关系。因为今天力扬来，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然后他一直就是跟我们这边大家都有很好的互动。嗯。然后他也是我们这里大家就是你知道很喜欢的一个可爱的艺人。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哎哦，真的，我讲一讲，他们躺过去也很会演。啊，我要换一下麦克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今天这是一个那个啊，特别送你的礼物啦。嗯，对啊，就是我知道你今年生日想要低调过这样，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让你低调，所以就把你拉过来这里。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人来看你，所以就叫他来了。什么意思啊？不会啊，今天你来应该很开心吧？这是我密谋很久哎、欸。真的、哦，我刚过来的时候还一直躲在他一直藏在箱，一直要求我要这样一直蹲一直蹲，然后我弯腰超酸，然后还要端着那一盘这样，超给。对啊，就是我们用心啦。你什么时候那个的？那个？什么时候？我们节目开始他就到了。对啊，他说不，还一直说不能。我跟他说不能跟你同时间来，然后还一直问他说你几点到？对啊，然后一直叫他不准进来。然后我刚到三立门口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还叫我说先不可以进来，因为怕就是遇到你，然后还在那边等。那所以他们對對對，那你在外面哦、喔？对啊，我一直在外面，哎、欸，没有在大厅那边，哦、就是先躲着这样、哦，然后接下来就一直绕后门，那嘟嘟嘟嘟嘟嘟，一直这样绕进来。大家用心良苦、啊，真的，今天生日有没有觉得格外温暖？很温馨啊，一直都很温馨啊，有你们。嗯、真的，尤其我即便都来了，那么大一个暖炉都在你旁边，真的，我一下都湿了。我懂。真的很热。我跟你讲，我今天一直很紧张，原因是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他在贵公司是一个垃圾化的天王，然后我就想说我们节目是有质感的，我很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配合。我很怕我等一下就会把衣服掀起来。我真的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有必要先制止你有这样的想法，对啊，有点难。不会啦，不会。但今天重点毕竟还是张力扬。对啊，当然。那应该评价一下今天有两位一起服务你的这个直播节目，你有什么样？我觉得就是。说好听一点，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因为就是两个人都是很熟的朋友这样子，对啊，然后他们两个又非常的健谈，所以就是我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这边，就是不用不怕会冷场，真的啦，健谈，其实我们哎、欸、怎么这样子，健谈，捷运站，你也会，你会，天，他有这么冷，以前就这样吗？幽默。有吗？天哪！那还有什么不为人知？你抖一下给我们知道。嗯，我觉得这孩子也说不出什么来，不要再逼他。他总是都喜欢躲在车子里面。我每次就是下次躲在车子里面做什么？我不知道。还有谁？好没有啦，他都躲在车子里面看本。然后我每次就是下气的时候要找他，或是怎么样，就可能找他聊天，或是讲什么，或是就去看看他什么，他就消失，一定就消失。然后没有一定啦。然后你每次躲在车子里面，哎、欸，对。车子的那个是车子的什么？哦，你有把它？没有啊，还在啊。哦，留着吧。是永远。这是一个在私人聊天的事情。是我们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在外星球到底现在在说些什么。他可以啊，他有一次我在拍浮士德的微笑的时候，我在车上看本，然后他跟少翔在外面玩滑板。我那天天真的是很累。对，然后我就在车上看本，然后就看，然后天就是，就他在我们我知道他们在玩滑板，但我没有管他们，因为我就在准备下一场。
就突然间就嘣一声，然后我就看到靖伟就是一个的表情，对，然后就是对啊，他就很抱歉，但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到车子，可以到车，对啊，他的滑板，滑板，他的滑板，滑板就飞过来了，对，对，然后他就很抱歉，我就跟他说没差、啊，没关系，我说然后跟你说什么，我说哎没关系，不用什么，然后我就说你就。好好的变成金秀贤给我看就好了。天哪，这哎、欸，他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口头禅，或是不太让人家知道的那种小小的秘密？你今天来是代表史上最清纯爆料者讲的话，就是公信力是在历来所有节目里面最值得相信的。对吧？我想想，他开始不诚恳了，他在想，在想了，可能讲出来，他进入演艺的状态了。没有，我怕讲了，力扬哥等一下找谁来定？他不会，他生日。什么？好，你看，他抄袭。好，抱一个超大的，不然你就今天走不出这个现场。要够猛的，够猛。没听过的，你不用相信他们。我也没什么好抱的。一定要，他们现在都说讲一个辣的，讲一个辣的辣的，你看都辣的 ，spicy。讲一个，没有啊，完全没看到。我说有就有。OK， 因为我们在两个平台里，你现在看到是其中之一了，但我转换到下一个平台給你。你现在完全在想，没有，你就想一个，我也想不到。辣的，就车上，车外面都可以，都可以。我就是应该是说，其实他像我们叫我们的话，或者怎么样的话，都会就可能就很远的地方就哎。欸然后就哎、欸，然后就是一直用哎、欸、来叫，不管做什么事，哎哎哎哎哎，我有吗？有啊，我有。有那时候我们在小木屋里面的时候，然后嘞，对你，就你有时候都用哎、欸、的啊，哎、欸，对，就是哎、欸、模仿，你直接模仿一下就好。就他不会笑，就是有时候表情很镇定，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很嗨，然后之后他突然就哎哎、欸欸、那个。哎，静儿，我问你哦，或者就表现很正经，我以为我有做错什么事，或是怎么样？怎么可能？有，你忘记了。这个有没有抹黑？不会，我都会叫他，譬如说他在，我都会叫他角色的名字，我就叫他，譬如说就叫你叶国安啊，不然就叫你就是舒凡。舒凡，对啊。可是我发现，对啊，其实，在小木屋你比较多，就是小木屋叫我小，就是叫我静儿。对，我就叫你静儿。小木屋怎么说？就是。今天晚上几点？然后干一下。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就是一个节目的 tempo， 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他就慢慢的失去了应该有的节奏。我要走回正轨。我们要回到正轨。对对对，好啦，今天那个想不到乱哈拉也可以哈拉这么久。真的，废话讲蛮多。没有啦，哪有废话？跟昌阳在一起聊天，没。分钟都是正经的，都是精华。当然，字字金玉良言哦。即便有什么祝福要送上给力扬国王的，长话短说。好的，希望不用用唱的，表情太多了。好了，希望事业上面越来越好。好，谢谢。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你要叫他呼吁一下，就是有买明信片的寄一些回函给你吗？大家赶快寄明信片来，群星睿智。哦，对对对，好像对，我们只有收到十张哎，我们寄那个卖出了270张，只有收到十张。你看小鸡边今天就是这么，小鸡边今天就晚上没工作了，牺牲色相。他有个刚刚塞了一个三明治。那你跟单元叫做什么？为你读心、哦。为你读心。哦，对，今天晚上没有心可以读，不好意思。真的，只有十张。对。对啊，大家踊跃的，就是大家踊跃寄来。我们虽然他就是可能给他读的时候，你的心声会变得非常大声。没有，不是我读，是一人读。哦，对，今天晚上轮到谁？今天还没抽，还没抽。对，今天会是第一次抽奖。哦，是。然后会抽出两张，然后看是哪一位艺人来读这个明信片。了解，了解，了解。我们希望可以抽到张力扬跟张力扬，张力扬都是就两张都给他读。OK， 好吧，太棒了。那、okay. 他今天就可以进来办公室吃。对啊，我觉得你在这里算是也是得寸进尺到一个还蛮不错的状态。真的吗？当然，还让你宣传你的节目，然后我们还让你利用这么伟大的平台叫大家寄明信片到贵公司。谢谢大家。我相信今天这样的合作应该是开启一个友谊的桥梁。真的。好。是一个，不要吵架，不要吵架。
我要偷偷你的手掌。欸、等一下，等一下，张丽阳，我跟你说，那个我是爱的和平小使者。对，哎、欸，我们第二季那个大改版之后啊，都要请你们留下一个梦想是什么的留言，可能是一句话，然后可能是一段你的心声。你想一下，梦想是什么、嗯？就是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这种心情的分享，然后要再提醒大家，想要得到张丽阳的拍立得，拍立得，记得赶快分享跟按赞。还有，我决定了，今天等一下这里现场，对，怎么样？送一张，是现场送一张。开始此刻开始留言在我的，哎，这是哪个版啊？这个是哪一个？这是三立娱乐啊，那啊 Vido 的也拿一个来给我。好，在三立娱乐新闻跟在 Vido 上面留言，各抽一个，各抽一个可以吗？就让他自己这样子。天哪，好不错！从现在开始哦，在三立新闻网跟在 Vido 上面留言的人，赶快现在张丽阳生日快乐！从现在开始，等一下我叫张丽阳挑两个署名送他的那个拍立得给你。好，天哪，哎、欸，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可以吗？好啊，阳、yeah. 光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啊，阳光真的好贴心哦。你觉得哥帅吗？帅啊，当然帅。那、啊、你觉得你比较帅，他比较帅？哎、欸，他沉默了。他金秀贤啊，当然是丽阳哥比较帅、啊。啊，还有此刻那个暴增的人数啊，一直在留言，真的我没有胡乱你耶。哇塞，这边这哇，留言哦，留言，生日快乐哦。然后等一下我要挑张丽阳生日，对，你先写梦想是什么啦，快点，节目今天做到一个没完没。梦想就是无所畏惧，你干嘛抄别人的？硬要抄别人的，没有啊，我还在想。好啊，梦想就是我一直都在想。梦想，梦想。哎，哇，我们是很用心哎，对，好厉害哦。梦想就是我。看你的字哎，哇，你字很美哎。哪里有买啊？好可怕。哦，好好好。哎，大家继续留言哈。大家赶快留言。对对对，我们等一下会从我这个两个这个。即便我们还有个特别礼物哎、欸，我觉得这个不一样。梦想是，是刚刚张丽阳的稀有面子啊。梦想，哎、欸，这就没有来来，没有了，谁要送这个？没有没有要送，没有要送，是他带回去裱框。你不要，我怕你吃了它，你不要这样。你怎么知道我把它吃掉？拜托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我好歹，你好歹是个闺女，你不要这样子。天哪，嗯。哎，我们看一下留言，你鼓励大家留言一下。大家赶快留言，祝昂生日快乐哦！对啊，祝一下丽阳哥生日快乐。我们要祝昂昂啦，昂昂昂，安内在昂昂昂。OK， 你喜欢他叫做昂昂这个叫法吗？还蛮亲密的，蛮亲密的。嗯，那你不然你叫两声来听。怕等一下被他打，哦没有，那个叫两声来听听，感觉很怪。为什么今天一直说你怕被他打？你到底跟他之间，为什么那么害怕？没有，没有什么阴影。那。昂昂啊，是蛮想他的。突然全头硬了。对啊，所以我常。所以你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哦。没有啊。干嘛这样子？有几个女朋友？没有。好好好好好好好。那你喜欢哪一种女生？我喜欢就姐那一种好吗？不错，就是其实我觉得身高蛮重要的。对，他开始在对，开始在开始认真的，他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很认真的。哇，我喜欢他写的，很酷。张丽阳，你真的不是普通人，我只能这样说。这样，那你要签名，签名，他签张丽阳，不要只签你的那马克思，好不好？为什么？就是签认真一点签的、啊，然后再签马克思，对对对。耶、yeah ，真的很酷啊！这是我看过。蛮酷的一个，张丽阳说梦想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超能力，然后我们要把它施展出来。对啊，不要，我只有写说不要失去了，像 lose it， never lose it， 不要失去了自己。你看我们制作人感动到整个脸都在颤抖，他的眼角都滴下一滴泪。他文青啊，他这个文青这单元就是这个文青就一直在想说我要叫人家留下一些就是经典。那你帮他留下一个金，你哥。那如果是你梦想是，哎、欸，帮拿一张来给他写好了。他人都来了，顺便啊，对对对。我去。你愿意做一些顺便的？哎、欸，天哪、啊，手机刚好关成那个，这要玩自拍，然后节目就要在自拍当中要结束了。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要开始挑了，我们先从那个三立新闻网留言的这边挑。
挑一个，哎，要记得帮我记那个哦。张丽阳，你自己划一下，你看一下，就是后面这边，我们开始教他祝你生日快乐的留言，然后不管他写的什么，你挑一个你喜欢的，啊，待会我们要在那个你的那个拍立得照片上要数他的名字，哇，然后寄给他，你自己稍微划一下看一下。啊，继续留言哦，哈，张丽阳还没跳出来呢，对不对？然后现在一直在回想他刚刚的，也是，好不好？对对对，刚刚的愿望，嗯。哎、欸，你人都来了耶，不然我也让你挑一个。可是干你什么事？我挑。然后不是啊，你挑一个啊。啊有吗、欸？有。你挑一个，然后让他送啊，对不对？好，那等一下那个叫什么名字？你要让机边看到哦，然后你要帮我把名字记起来。哦。然后你要把它唱名出来。哎、欸，你们三个都差点给我静默，然后我要自己一直知道。还是我这样滑，然后你就手点下去。我真的觉得你真的也蛮多事的，好好，你让他自己来就好了。好了，这样好了，一二三，嗯，我要怎么点？不用了，你就直接手点。好，谁、哦？王生荣。王生荣，我要看一下怎么写。王生荣，昂昂生日快乐。王生荣，昂昂生日快乐。王生荣，王生荣，绅士的绅，草头荣。好，王生荣，王生荣，你得到张丽阳今天国王之眼的那个署名拍立得一张了。来来来，还有，来这台也要找。我们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那个，在 Vido 跟在那个三立新闻网留言都要挑。来来来，好。来一二三，哎，在，即便真的很会玩，一二三，哎，谁？哎 ，John Ding，John Ding，J-O-H-N， 我认识他，他叫丁丁，丁丁啊，对啊 ，John Ding， 哎，约翰丁，约翰丁，好，我们也答应让他帮你挑一个啦，弟弟都来了，弟弟都来了，没问题啊，然后而且但是昂要署名给人家的啊。所以、就是、他们两个一起签名了、啊。哎，不用了，弟弟不要这样，你不要逼他签在没有他的照片上。弟弟的签名也很应该也是。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拿一张来给他写，我们想要看十七岁的梦想。你要先挑哪一个？好啦，两边都让你挑一个。真的、哦？当然啦、啊，拜托你来就是加码的啊，不然找你来做什么？他不然一定要让他们开心啊！你要从现在开始圈粉，你的人生就会是彩色的。好，来，快点。那你现在给我幸运七七七拉吧。哎，来快点！来来来，这孩子也是蛮多给。这种小事就要让我来为您服务，来哦，稍等一，手指头准备好哦，来一二三。我真的很爱玩。好，来这个人是谁 ？Helen T， H-E-L-E-N T E E， Helen T， 他有祝张丽阳生日快乐吗？哎呦，好，祝丽阳生日快乐。H-E-L-E-N-T-E-E， 哎，我们真的印一张来给你写。Yeah， 这是谢谢你今天来探班，然后你要等一下，你要再帮哥挑一个。来，这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让张丽阳来滑，好不好？然后让你来点。好，来滑。好，送出四张的那个署名拍一个，奖。好，陈杰佳。陈杰佳。杰佳就是，哎，杰佳是杰的杰，对，嘉义的嘉。嗯，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好事。嗯。就是，就算你以前有受过伤，今天都结痂了。从今天开始， oh. 未来都是美好的开始。耶！嘉安哥真的是一本吉祥话的活字典，真的太棒了。梦想是什么？你几岁？十七岁。十七岁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也很想知道。在你写的同时，谁帮我开一下密码？他关起来了。陈杰佳，你都写下来了吗？好好。我们送了四张，然后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去分享跟那个留言的，分享跟按赞还有留言哦。对对，你先写你的梦想哈，让张丽阳自拍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那个自拍的，你懂的，你来过，即便不要入镜，一直探头，即便一直探头探脑。张丽阳，这个我们要写，哇，突然间不会写吗？来，哥教你。我的，这个可以按侧面嘛，对不对？嘿嘿嘿，这样舞动，哎、欸，这样，等下，反光板吧，一二三，好，然后看懂吗 ？OK， 上面一个打板，嗯，按不下去，这样子好了。好，哎、欸哦，我知道了，好，要用 right， 你摆 pose， 我帮你按，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还有好了，快800张。好了，刚才写一篇那个，同时就是今天我们直播就做蛮长的，然后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大家继续留言跟那个分享。好，丽阳的那个拍立得今天超多张的，真的55，是不得了哦。嗯，你要跟后面想要再来的人呛下一下，说谁能拍的比你多吗？而且我们在下一个集聚，我们在20分钟之内完成这件事，真的很强，非常一个人20分钟有那么长吗？好像没有，应该没有，更短一点，应该更短。他现在拽起来了，没有。他刚进来不是这个意思，刚刚不是吗？拍完了以后他就换了一个样子。他刚刚说啊，可是我可能只能拍3张，对，我可能就会改变。他现在说，哎，有吗？我们有拍那么久吗？张良果然5岁的人不太一样，尾巴翘起来，性情多变。嗯，穿破裤的感觉还蛮好的。为什么？就通风嘛。他凉。对。但你的很不破哎，因为你里面还有包一层。这个不知道哎，它就是这样设计的。因为通常破裤不是就会直接露肤？真的哎，我第一天发现这件事。回去以后就突破盲肠，突破盲肠了。他很认真写哎，他当成许愿池了。不是作文？没有，不是。他写的一个概念上是这样子，你要记得签你的名字。当然要啊，张丽阳刚才说你超会签的。好啦，他都叫你金秀贤。我想到一个，我记得在那个拍1989的时候，你说，是我，他有一天跑来问我说，亮哥，我因为在签名嘛，他就说，你怎么那么这么会签啊？就是这怎么会有的？然后他就问我说要怎么设计一个签名，然后你设计出来了吗？因为我跟他讲说，我说你可以就是把它弄成一个图案啊，或者你觉得怎么签、啊？然后我就签给他看，我怎么想的什么的。所以后来你有练出来了吗？我练的是英文。哦，对，英文，但还是那个草创阶段，所以应该没关系啦。就我们就荣幸留下你草创阶段的签名，然后作为今天一个节目很好的礼物，也是快签签名初体验。这孩子很皮耶、欸，是个屁孩来着，其实乖屁孩。哎、欸，是什么东西啊？哦，啊，还是要写下你的中文名字。中文名。拜托，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在伟大的节目里面留下一个伟大的签名。哇塞！而且是在张良生日特别那个节目的这一天。OK， 人生就是一个特别的开始。不用不用，你不用管他，他在那边讲那什么，你不用管他，你就签就好了。我觉得你真的很懂我哎。估计这个节目可能会一个半小时。我其实只是想要把空白补满，你知道我这个人很担心，就是 the air 这件事情。不错啊。哦，不错，然后要自拍3张，你今天就是完全就是《安安大明星》的规格，一起来那个留下可爱的帅气的样子。我当你的手，来给我，就是这样，哇，好，这样假装这样假装你是你的手，像不像自己？好像自己，我好认真哦，哇，好好好。哎、欸，怎么多一只手？超三八啊！哇，哪里伸出来的第三只手？真的很像，在那个框里面。这是那个静伟说的，他说他这是他写他的梦想，但大概讲一些17岁的人现在心里头的想法。他说想要交到很多知心的朋友，很多哎、欸，知心的，这样你就掏心掏肺很累，很啊、还有很多、啊、一个。我想要就是。你有那么寂寞，有一个就很好了。你看，没有，对，你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我目前、嗯、也就是几个啊，個就是男的多啊，女的多都有啦。啊，男的比较知心还是女的？嗯，你觉得他男的比较知心还是女的？我觉得还是男生呢、欸，男生。对、啊，他说你啦，他说你，太棒了，就是我，就是我。嗯、OK， 对对对，好。他说他想要交到很多知心朋友，然后被人家打枪。然后他说，这后面这个 OK 啦，我们大家都想，环游世界不错。真的，张良有想要环游世界吗？蛮想的、啊。你17岁的时候想过你要环游世界吗？17岁的时候，这是一种你与生俱来的超能力耶。我17岁的时候的没有想说，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就是会吧，就是会有一天会去，有一天。对，就是17岁的梦想是，应该是想说我要好。赚很多钱、哦、才有办法去环游世界。哦，对，这是首要条件。对，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那时候想要得到一些那时候的一些最新的科技的一些 gadgets 这样子。嗯，比如说得到电脑，得到吉他，得到什么什么。哦，对，因为
我一直就是看电影里面，我就很向往外国街道那种感觉。对，我很想要去欧洲或美国那种国家，觉得很棒。那个很简单啊，对啊，去天母走一走也是有一些那种感觉。我想我身边就是都，然后就是看到景色全部。有啊，那个现在信义区走起来其实也是蛮有那种。等一下你就到 Vido 那个外面的外墙。然后是蓝色的，你就拍一张回家自己key。真的，超像那个key版那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你看哥哥就是有各地的照片都是这样弄出来的。不然我帮你，我跟你讲，那个哎，静伟帮静伟 po 那个 P 一下。没有，今天那个感受得到那个就是大家。你等下会可能会出现在各大地方。各大城市。金门、马祖到，一路到印度都有。马上就完成我怀疑的事件。真的。真的然后那个谢谢力扬今天来让我们陪你过生日，谢谢。其实生日都是忙碌的那一天啦，就是我们很荣幸可以提早把你请来，然后经过了几番的那个曲折离奇的沟通，硬是要塞进一只鸡来的这件事情，哎呀，我们也答应了。我们想说，你知道，就是有一种像拜天公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些生理的。对，就是，所以我们搭在一起不是也蛮好的吗？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要去你家踩踩，来踩踩嘛，踩踩。我们的是地台，我们这个是实木的，哎，很不错哎。我们这里是四面台哦，真的。我们这里是红磡小巨蛋，我们只有小小的办公室。哎，小天使来了哦，耶！好，非常小天使来了就谢谢大家今天去跟那个力扬过生日。我最后讲一下，当然一定要谢谢，不管是谢谢我的粉丝，还有建阳哥。好，对，就是谢谢大家，然后帮我准备这么多。其实我真的是蛮，今年真的是没有想说要怎么庆祝，真的都没有想。那其实知道大家都准备了很多的surprise 给我，然后对，就是很谢谢大家，你们对我的生日比我自己还重视，所以真的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坐一下，坐一下。好，好了，多了，对，好，谢谢你们，嗯，真的，然后那个谢谢可爱的小鸡编，就是今天终于让你有椅子可以坐，然后还帮你拍得很美，我帮你打灯，哎，真的，很强，对，然后你就感觉就出来，你也是出了蛮多油的，真的，吸一下，对，我想说，小鸡编出道，帮你擦擦，帮你擦擦，别的，你还是要用张力扬用过的这一张，不要这样子。女孩子家留点给人家打，刚应该自己把它收起来了。女孩子家，要把它吃掉。好了，那最后要请力扬跟大家道别，然后下礼拜、okay. 你有要来探班吗？下礼拜我们，你再跟我说嘛，你再跟我说，我们再讨论。他们都变聪明了，他们再也不要随便答应我们要探班这件事。对，然后就那个答应探班的人就只好找一个别人来帮忙探班，你知道？我们下礼拜也容许你，如果真的没空，也可以找一个别人来探班。但不跟你说下礼拜谁来。好，那结果是我来。OK OK fine。好我觉得一直要弄死。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节目应该赶快结束，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不知道今天应该不开心吗？开心开心。从今天开始开心到28号，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嗯，新的一岁，祝你那个天天哎什么天天的哎天天是好日。什么什么天都开心，天天是好日，他应该知道，他知道我在说什么。说，今天是好日，祝你每天都开啊，随便啦，好了，啊，something like that，yes，OK，、okay. 祝大家那个开心，祝大家跟张力扬一样的快乐跟帅气，好吧、okay. 祝大家幸福。谢谢小鸡编来陪我们，长命百岁。谢谢，哎，谢谢静伟，真的，你今天来太可爱，没有要跟我握手哎，你家是孩子。哦天哪，这孩子已经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休闲，希望休闲有一天就是我们再找休闲来一起玩，好不好？好啊，好，谢谢你，真的真的。也祝两个，好，谢谢。就是两天后的生日快乐。好，你已经讲过了。我用什么？不到，就是他，你有一种就是硬要，就是硬要拖的感觉，然后又很想收掉。你平常对平常没有这样。对，他一直知道效果，我也不好意思把它收掉。那不然就在这里就结束了，就在这边结束。好吧，张力扬跟大家说谢谢，祝大家今天晚饭吃的开心。好，祝大家今天晚餐愉快。为什么要一直？你为什么要规定我？
宵夜愉快好、欸。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耶，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哪有没有发脾气啊？之后你就懂了。我们都我们还是好朋友。祝大家晚餐吃得开心。我讲了，快乐。希望大家那个就是有美好的夜晚。嗯，那我们最后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祝张丽雅生日快乐，结束节目。OK， 好，三二一，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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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丽雅生日快乐，安大明星，下次见。拜拜，拜拜。超多人来的，好好好，开心，太好笑了，真的，这边有两个平台，然后还有应该在看你那边才知道，对不对？我们还有在那个。